起来早的。谢谢大家，这是我有史以来最紧张的一场，因为下面坐了我的家人，还有很多朋友，还有好多好多支持我的人，对，真的是很感谢你们。如果我觉得没有你们的话，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是谁。谢谢。谢谢。在你眼中我。对，然后他每次在我解释一下什么是不插电的这个演奏方式，其实就是没有那种补哇哇哇皮哇哇补哇哇皮的，让他们自己弹，对，就这样子。你好，他都准备好了吗 ？OK 了，现在 OK 了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好。掉进去。高贵高贵，很多事要唱。